南韩影集僵尸校园上线后，剧中的新生代演员表现受到观众赞赏，其中饰演恶霸尹奎南的男星刘仁秀恶毒行径让观众印象深刻。而导演曾经透露，为了刻画出僵尸的肢体动作，他让演员们不停模仿僵尸舞，所有演员都很努力的学习僵尸行为。刘仁秀近日就在个人社群上公开拍摄现场的多段影片，其中一段只见他正在练习僵尸的动作，他先是瘫在地上，突然转身慢慢爬行着，让人多看几眼都觉得下一秒他就要冲出荧幕来咬你脖子，演技相当精湛，迎来无数网友留言：“坦白吧，你就是僵尸吧？这是被僵尸附身了吧？演技太强了，我已经开始摸脖子了。”掀起网友们热烈关注。